老铁，你这个挖机是干啥呢？这挖机有什么用吗？对对对，来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！啊，中午吃羊肉塞到牙了，来你看一下它可以干嘛？我丢！哟哟，牙掉了吗？我丢！我丢！来看一下动力吧，别动力塞牙了，这不是不能够剔牙齿的。哦，你牙被这挖掉了。来看一下动力牛逼不牛逼？我去！嗷嗷叫啊！这看起来，来看呀，这话筒大不大？这俩油缸啊，这还对，双油缸的，动力超。咦，这呲儿牛逼的呲儿！看下高度，有多高的？1.78米了啊，总高度。咦，那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丢。